炒麻辣琵琶虾，搞定。那今天你做 C 位好不好？啊，今天尝尝咱们那个发我号上吧。啊，好啊，发你号上。怎么感觉不是很多肉？它肉不多，这个头里面也没肉，屁股上有肉。我是开了一个口，让它方便入味的。哎，你看看这。哎，你这个新鲜。这个东西确实不常见，也不常吃。应该挺便宜哈。便宜的很，70块钱。买40只，48只，就是太小了。这头，你别看头唬人啊，真的就是拍封面好看。实际上吃咱们，你这是空的，这没有肉。刚才我吃那个可以，就你刚给我那个。该说不说，小味怎么样？实际上跟小龙虾差不多。这起码比小龙虾的肉要好一点点。就是太渣了，这左右两边有刺，我觉得可能也是没有人吃它的原因。它其实我觉得跟那个皮皮虾还很像，皮皮虾其实比这个还要更难剥一点。但皮皮虾贵啊，比这贵多了。嗯，是吧？这个东西。哎，所以各位以后可以买这个，这个我觉得也还挺好吃了。我是第一次吃这个，真的。我是第二次吃。你之前吃的是活的吗？怎么可能是活的？像我们这种人只配吃死的。改天整个活的行吗？这个。好啊，改天给你买只鸡。我是海鲜。海鲜给你买虾嘛。你还有什么说的？我不想吃虾，我想吃蟹。行啊，我给你买点那个啥，那个军功山大闸蟹，好不好？10块钱一只。我给你买了，买200块钱的，让你使劲吃。好，这个油盐不进的，你不行了，你前途毁了，没了。此话怎讲？就是他想吃帝王蟹，想吃那一号的，1只3500。这个我真的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在吃什么哈，它其实就是有味儿，除了有味没了，这里边都没有肉，我就是拿着，嘬一口没了。你说他是不是？他那个宣传也就是那么一只有的是好的，其他都是这样。自媒体被你玩明白了。哎，这只好像有哎，嗯，有个鬼，就是上面一点点。这个东西也就是尝个新鲜啊，真要是买的话，我还是不建议大家买的，除非有活的。对，有活的话，不建议大家炒啊，建议大家蒸。我看过人家吃，人家剥完之后那肉很大的，就这个。而且我买的今天这个还是特大号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人家那视频里拍的那很大一只，你那太小了。就网上买的几十块钱一份的那个，那里面一定有这个东西。我告诉你，看着就好像很贵的样子，但实际上挺便宜的。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没见过的东西，大家都是觉得，哎呀，这东西贵是吧？贵。这个要是在海边，我估计人家这东西都当垃圾丢了。对，没有，都拿来打窝了，把我们钓上去了。这个肉就是没龙虾的紧实，是吧？我觉得比上次飞哥炒的龙虾紧实一点点。上次那龙虾不是我炒的不紧实，季节都没到。你下回试试多加点价钱。是啊，你现在提再高的价钱，你也买不到活的龙虾有那么多肉了。买只帝王蟹怎么了？好，给你买。活的我是吃过的，没吃过飞哥买的，可能别人买的味道会更好一点。活的帝王蟹我确实吃过，不过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贵，一只也就1500。是啊，1500。好了，没了，还不如吃点这个配菜。飞哥这个刀开的有水平，好容易吃是不？嗯，那肯定的了，你不看我是谁？我是康大飞老师傅，我告诉你，传承百年经典。啊，你干嘛嘛？等我挣大钱，我天天给你吃帝王，一天3次都让你吃。那我这辈子能看得见吗？能，放心。哪怕你在床上躺着起不来了，我嚼碎了胃给你吃，行不行？这辈子一定让你看得到。这个味道很过瘾。如果它这个肉呢，会再多一点，会更好一些。要不这样，下次我专买琵琶虾的肉行不行？买个5斤8斤的也行。炒完之后，比这吃的更香。你把这个壳再冻起来嘛，剩下下次再填充是吧？那本期视频咱们就拍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这视频的话，点上一个赞。我们是很好兄弟，拜拜。